强哈。来，下面这段吼，伊是因力啦吼。即马即个经来的因力，因力即个大珠慧海，即个顿悟入到要文论内底讲的安尼。因为伊即马即个是个解释即个静的意思。即、这个静字吼，一定要特地了解啦，毋是讲普通的清静清静安尼，毋是即个意思安尼尔哈。即马即个较重点哈。现在这里说为摩结经里说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心净即佛陀现照说是这样但他说为摩他说问因为这本入道度我入道要问论他这是自问自答的自问自答他说为摩结他说问为摩结经里说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现在到底温和是净那个净的意思是怎样他说答以毕竟精为精，哦，迄是毕竟就讲究竟的意思啦吼。究竟精为精，等于讲啊，那么什么叫做毕竟精为精安尼？哦，啊，即马来答，以前来对讲无精甲无精啦，无精，用即句话你甲边个写者无不精安尼，安尼较好知影，因为即句无不精吼。凡夫是一切拢污染啦，迄、那个污染心。但是出世的圣人啦、啊、吼，出世的圣人，当然伊唔敢污染，就是伫即个十善业内底人吼，伊绝对无去污染着。十善业哦，十恶的中间绝对无去污染的，都变做十善业。吼、哦，不贪六尘境，不贪即个个世间法安尼。但是即句叫做无不净。但是我那无不精安尼，你今仔日已经会当彻底无不精啊，但是唔当一个心啊，佮有迄个讲我已经无不精安尼。即个我那无不精的心，就是去掉你今仔日你本身的这个能力水准，但是迄个执着安尼，吼、哦，安尼开始。叫做毕竟精啦，好、哦，毕就是圆满嘛，毕的圆满，好、哦，啊，这个境就讲究竟，圆满究竟。那么以前嘛来他讲，什么叫做无精无精安尼？好、哦，伊讲讲一切处是一切处无心是精啦，一切处是讲咱今仔日伫六尘上六尘世界内底里喏，无论你到对啦。拢总袂去污染掉，拢去到底拢袂污染掉，一切就讲，无论你去到底，你的心拢袂污染掉，安尼才叫做净。吼、哦，所以若是你已经得到这个净啊，唔过你不得作净想。譬如你今生今世伫这个世间法内底，你根本袂去，你对世间已经啊彻底放下下，也袂去有迷失的作业啊。安尼，当前你已经得到这个证，你家己有先来反省吗？反正讲你过去，我过去都安怎，啊，即么都已经拢总无啊，哦，拢总未啊。所以伊家讲，你唔当搁在，哦，做迄个讲，我已经未啊，我已经清净安尼，安尼就叫做证明无证安尼，哦，未使搁有迄个正相、正相、正相安尼，哦。所以他讲得无净的时阵哦，我那唔当做迄个无做无净的，我已经得了无净迄个想法，安尼才叫做无净。因为有个人你做一挂工作，已经达到这个水准了，不是会想掉咧？那安尼一个在有一个污染心伫咧。所以即句他讲，亦不得作无净相，即是无净也呢。所以现在来，我再讲一个重点，我们修行学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清净自心？所以你不能说，今天到底这个工作，你今天无论在佛教中任何一个法会，你今天去那，为了什么要去那？你就要注意这点。你是不是可以如实？这点很重要。是为了清净那个自本性的污染。你即马你着爱看重点，是看重点是看伫遮，因为一旦到污染，就是叫做业色，有业色就必定有轮回。所以今日学法的中间就讲，任何一个会当让我得到清净的，
那么这个是真真正正大乘的根本教义。吼、哦，啊，你唔能讲啊，今日你这个发了，啊，这个发了，无我，这个不是去做，我来做啥？还要送啥？你即卖就想讲，你要去遐送啥？吼、哦，对你本身有益无？所以这个重要，就讲你今仔日有智慧，通去清净家己，有那就想讲，我将来有彻底会当，搁再有迄个水准来清净一切众生有无？这是重点哈。因为今仔日吼，一世界安尼，咱全省各讲堂内底吼，因为有时阵咱着去做法会，啊，拄啊别人啊法会都是有碰着。哦，啊，即有诶，就安尼想想讲，啊，就即个法律定去做来别位做，安尼做看卖，伊毋知讲伊遐做是目的是为着啥货？譬如讲，今日佛教人诶，别人诶，啥物叫纪念？几周年诶纪念？你去共参加诶，要创啥呢？我则问注意一下，你去共参加诶，要创啥？吼、哦，啊，是讲人别人即马都计创啥，伊都计叫我，我歹势，我无去袂使。你去要创啥？为着歹势，是毋是？那安尼就唔对啊！哈，你去受歹势哦，受迄个为着歹势迄个哦，不对啊！所以你今仔日啦，本身无大事的话啊，我跟你讲，你一生从来走起啊！我跟你讲，你家己也莫名其妙，特别创啥话，唔知啊！合法一定要注意宁静之心，迄、那个较是重点。重要是自我莫作。你家己看建立袂好势袂？第二，就众生你有可能实在奉行，但众生奉行，你爱搁再讲，爱搁再注意一点讲，我做在先是迄个个自行究竟圆满的解脱道心是哦，还是一般的？唔知讲即种是去害法的一种，一种磨练，就讲拖磨时间、拖磨生命，家己都唔知呀，哈、啊！啊，你来讲有缘，你都带出人听经文化的多分析啊。那就去含人安尼到处攀缘，哎，讲啊，你要结缘，讲你无物件要含人结缘，要用啥结缘？你无物件，我你讲唔是手体的物件呢？我讲你听好无？你内心爱有法开当结缘的，内心若无法，你袂可能结缘。你今日你要亲近群众，你要含面谈，为着啥物？就是要引导伊，你就是本身在追寻，我要来引导引入大乘法，唔是要来含面谈了。嘻嘻哈哈，讲要叫做结缘，那是更浪费生命的。哦，所以这个重要是讲，你自精了后，你可会当教众生清净安尼。好、哦，但是你本身也无迄个清净念，也无迄个讲我都有这种的水准啊，啊，我都不是定想掉的，安尼袂使真。好、哦，大珠慧海，这个话是讲安尼。好、哦，这个伊就引的这段，这段，但对咱搁再讲起来，哈、哦。来，即马来甲看下，下面一个在说明的，这内容拢总是因例啦，哈，拢总是因例。伊即马因例观音是慈悲，慈悲就是观音，因例喜舍就是舍弃，就是咱本身啊喜舍的舍弃。即马来因例宁静就是摄取，即马来因例平地正弥陀安尼，啊，啊，人我是宿命。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哈、哦，毒害是恶量，希望是鬼神咯、哦。那么颠倒是虚别，虚弊啦哈、哦。那么贪嗔是地界，无耻是畜生安尼。哦，即卖伊着个开始啦哈，开始海在加上千番嘛。即卖就是因为净土这问题，伊即卖来甲讲弥陀。因为这个平哈，就是平定静的心嘛呢，就是万心平定啦。为什么一定要万心平定？你唔能看伊的相，你看伊咱这个六道众生同一同在一种生命体安尼。菩萨行者对六道众生并无分别心，万众亲哈，伊并无分别心。是不是显露会出来？注意显露会出来未？显露看卖啊！哈，好，这个叫做平定啦。那么这个心叫做正直心啦，哈，正直就讲无弯曲，无不良的动机安尼，绝对爱安尼。好，因为进来底有个因例着了，后边叫因例依摩结晶吼，再搞个做一个解释。但是伊即卖去讲平定就是弥陀哈，这个弥陀应该这句话哈，有一点仔考虑啦。
我即马改一个我所在啊，即、這个阿弥陀吼，阿弥陀是叫做无量，所以即句讲，以前来这结讲是结讲阿弥陀佛的意思啦，这是无唔对啦。但是刚才讲弥陀吼，即句弥陀那皆指佛性啊，咱人的佛性叫做弥陀，弥陀诸性。但是阿弥陀叫做无量，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它叫做无量佛安尼。叫一般的翻译哦，讲开是讲安尼嘛，所以这个话吼，加上一点啊有出入安尼。但是即马我是结果，我卖甲讲出入安尼，安尼可能较无啥圆满啦吼。因为这个阿弥陀，伊即句话是结讲阿弥陀佛，你若会当平直心，吼，你有那是亲像阿弥陀佛安尼。也慧能大师的意思是结讲安尼啦哈。啊，若无即个法句的翻译是无量佛、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哈。阿弥陀翻译是安尼。那么下面即句人我是殊命啦吼，即句我正照即个先解一个，大概解一个啦哈。啊，不要较过来解《大涅槃经》吼，《维摩诘经》甲即个《楞严经》讲的即个内容。因为即个人我是讲啥呢？叫做骄慢心高啦。咱人啊是空过五万心真观，都是安那，因为这个苏密山路八万四千幽深，听吼，所以人的心观哦，心观空过心观，都像苏密山，就是说用这苏密来比如。但是这个邪心是给讲安怎，就是心思不良，含正道相背，这个叫做邪心。啊，含正道相背是给讲八正道相背，迄、那个叫做邪心哈。因为邪心都像海水。会淹没家己，啊，甲淹没一切众生，所以咱人啊，心邪吼是害众生，多亲像迄个水，安尼来滴个，害众生沉落，吼、哦。那么搁再来伊讲烦恼的波浪，因为咱人的心吼，安尼一波一波，想这个想这个，啊想这個、想这個，用这个迷信是安尼，吼、哦，所以用海水波浪来举比如，那么这个毒害是讲毒害他人的心安尼。毒害别人的心，就要欺骗众生的心，就对；要害众生的心，吼，都真恶良。那么这个希望心就成鬼神啦，虚假，因为鬼神介搞虚假哦。我咧讲真正，迄当机啊吼，迄当机啊有诶鬼啊加附身吼，跳跳拢全假动诶。啊，有时阵吼变变遐有诶袂，听无？恁爱注意，毋通搁再去行迄条路。那么这定罗是虚弊啦吼。伊是结讲安尼啦，哦，那么来就是贪嗔，就是地狱。那么照讲哦，贪嗔吼，那要甲讲照法义上讲，迄、那个嗔就是结讲啥呢？结讲到即个个嗔恨心是地狱因，啊那贪嗔贪心就是即个个畜生因，鬼道因。哦，嗔贪心是鬼道因啦哈，那。这个无痴心就是畜生报安尼，无痴心就是畜生因，吼、哦、啊，那么那是有无痴的心吼，差不多拢起色啊，白家底下，迄、那个叫做无痴，吼、哦。那么咱即摆来甲讲平德，吼、哦，就是心平静德的意思。咱今一定爱阿弥心平静德，一定爱调节红尘行，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每天的中间稍微反省一下，知道吗？晚上要睡的时候稍微想想你今天这个过程怎样处理，你人生的过程生活怎样过、哦、这样来你就会发现你今天有什么不对，有平等正直了吗？那这样比较不，你如果是天天有这样想法，可能你要调理起来，调理那个平常心是到那个才调理起来，很快就调理起来，今天去做安怎样做，对在时会再去落成了，你今日安怎过程？吼、哦，小可反省，因为你反省是对你本身好处啦。吼、哦，啊，你若安尼马马虎虎搁再放了，过几日吼，是对你本身是坏处，是歹所歹点安尼。小可家己反省一下哈，这点真重要、哦。那么来，以前来都有因来到这个大法界经啊，吼、哦，用平等是无所分别啦。那么这个无所分别是给讲安尼来讲，众生是同一，是共同一个体性啦。
众生哦，是共同一个体性，无论是亲，就是咱的六亲眷属，家己的母子，迄个上亲，家己的爸母上亲嘛吼，啊是中等的人，譬如讲啊，这个做朋友，啊是厝边迄个叫做中啦哈，啊是讲缘，缘就讲过去含你有口角，过去含你对不起你迄种人哦，你卖起分别心啊。那么卖起分别心啦，以这个内容去讲，就讲我要度伊无起分别心啊呢，哈。啊，那一般凡夫无可能啦。啊，安怎讲无可能？咱即马来甲讲讲，我都阿个袂向度人，但是袂向度人，你今仔日一个众生对你掉甲唔掉中间吼，你用那一般的凡夫心是安尼啦，唔掉拢不是机的啦，对你歹拢不是机的啊。啊，那对你好，连咪得讲放个刷刷去啊。哦，是安尼，众生的心差不多安尼，但是安尼叫做众生哦。但是那是菩萨是安尼啦吼，菩萨是安尼，过去的缘吼放掉。即马即要讲重点的，卖讲菩萨过去的缘放掉，啊，伊对咱有因的，咱共记咧安尼，即个叫做重点的，有正直的人啦。安条这是重点啦。但是即马即个平等无所分别，只是菩萨行者，是众生同一体性。是，所以这个众生同一，既然众生同一体性，那么我就同一心怀来对待伊安尼。所以有时阵讲一个确信哦，这句话要做到到也不遐简单。我先哦，看这个人安尼，好啊，对待我安尼，对待这个人，好啊，那要道理吼，后出事以后才讲啊。我先气到无奈安尼讲，安尼就无平等心啊吼。啊，那要道理吼。哦，出事要他讲，安尼我有阵会讲讲安尼呢，因为太过是恶业，太过恶业呢，安尼我就是无到这个摩诃萨的水准啊，安尼袂使真。好，我即马讲因如我讲给恁听啦，伊讲是安怎样开平等无分别呢？哈、哦，何以故？自相皆空，种种无分别，因无分别，行乐多。成形啊，迄、那个反应叫做成形等无相功德安尼。为甚物开讲平等无？因为咱人的自本性拢是空性。我的自本性含众生一般的自本性是无分别性，皆以虚空为性同一体性。哈、哦，因为虚空无分别，所以自性空也无分别安尼。那么这个主线空既然无分别，所以咱今仔要行六道，而这个清净，就爱有清净心，做出来了，迄、那个做法确实得到无上，就等于无漏功德安尼。哦，啊，但是一定爱啊，因为菩萨行者一定爱六道万行啊。哦，但是以前来讲，一定爱清净心，我就讲无分别心的意思，无分别心行六道万行。开始得到无相功德，迄、那个叫做无漏功德安尼。啊，那是讲有分别心就无清净啊，哈、哦，真真正正就无清净啊。安怎样哈？所以安尼开当完完一切地一切相地。那么一切相地在啥会呢？在去讲空地啦。啊、哦，一切相的基本相。安怎样吼？一切相是基本上对众生的共同体迄个空相，就是迄个如来藏的空相。安尼开当得到空地，空地另外一个名叫做空慧嘛，吼，也叫做法界安尼。吼，修六道万行，对众生一定要有清净心来面对一切众生，无分别心。吼，以及开当得到无量诸佛功德哦。因为无量诸佛，伊所得的功德就是行六道清净行安尼。哦，这个话就讲安尼吼。所以即马来，伊下面较过一个比如讲，譬如讲菩萨看到乞丐，还是讲这个放生，放生就讲这个其他这个动物啦哈。哦，看到乞丐也好，看到其他动物也好，起念的时阵咯，哦，起是念闻啦哈，他讲讲如来是福田。我应是有极强勇恭敬，奉献回福田，不应是有所思诸苦。安尼，
什么这个都分别心啊啦。所以讲，比如讲，你唔当想一个念，讲我那是供养三宝靠福田，哦，供养出家人靠福。啊，那是讲，哦，我对应那是福田主来三宝中间，我落去做，安尼供养恭敬，安尼我会讲得到福。但是如果那是我来看过一般的动物，哦，还是讲到这个乞丐，我来服伊。安尼我无得到福田安尼，迄个唔是福田，我无安那安尼做我无得到福田，绝对袂使安尼分别起。即马即句话意思是安尼，吼、哦，无唔对，供养三宝是较究竟圆满啦。但是恁袂使分别心，袂使讲啊，我这钱我得来供养三宝，啊，就厝边隔壁，就讲乞丐有来去甲你分，啊，是讲一只狗啊，咬甲皮皮喘。对你的门口过，你连一点仔饭都唔肯我食，安尼你都有分别心，安尼心都无清净安尼。哦，啊你唔通讲我着供养三宝，我较要做，我其他我都唔做，安尼有那袂使只。哦，不过有那注意能力啦，哈、哦，救急无，救急无救病啦。哦，伊讲卖有分别心，但是该有你的机会去做，你就去做，安怎样哈？即嘛伊袂明确讲，释菩萨起如是念者。这位菩萨讲有分别心，你要用供养、恭敬、甲布施的话，安尼你都唔是菩萨心啊！安尼你绝对唔是菩萨。所以厝边隔壁闹心，可能讲就讲这个问题吼，诶，这个代志发生，有那量力啦哈，量力尽心，安了解吼，唔通讲啊，我到这钱要创啥的？做迄个工课吼，目前急要你先用，不要紧。先去用，先去做遐工过，吼、哦，无分别心先做。所以你若是分别心，安尼就唔是叫做菩萨啦。安怎？安尼就是无清净、无正德啦。所以食佛呢，求处无上菩提，要净自心，福田方正。吼、哦，因为伊即马讲安尼啦，为什么开讲袂使有分别心？因为你若要得到无上菩提哦，对这个心清清净，吼、哦。心若清净，你做出来福田就清净，做出福田清净是属于无漏啦。安怎样？迄、那个净就是结讲较属于无漏，啊那有漏就不净啊，有漏就不净啊。所以来讲，看到乞丐不应作是念，吼、哦，应作是念我发菩提心，非为己利，愿为尽十方遍法界一切劫苦有情之所依靠，起以分别高下，应以平等施而利益。好、哦，伊即马即句话是去讲安尼啦吼。看到乞丐，你吼、哦，你应未使做分别的念，因为安怎样呢？你爱想讲，我都已经发菩提心啊，吼、哦，唔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吼、哦。唔是为着家己哩，因为我都爱伫十方界的中间一切法界吼，迄、那个极苦有情的众生，我何以来会当依靠安尼？这意思就讲安尼哈，有艰苦的众生何以会当依靠？依靠等何会当依靠？因为安怎咧？你未来要大无量种的啊！啊，你惊分别心，就家己个、家己个踏家己的路嘛？我管听有无？我跟你讲，要得到一个因缘来含咱哦，唔是遐简单啦。你有想条件要做，都无机会啊。你想有无？吼、哦，有想要做，都无机会哦。啊，既然有迄个机会，我跟你讲，有迄个机会，你就讲，人功德已经送上门来啊。你想哪唔爱？有功德已经来到你的门口要好你，为什么你不爱？我讲你就听有啊，吼、哦。所以讲，你拜日啦，我即马唔卡谈到有讲，你拜日一定爱好众生会当依靠。啊，不过众生要来甲你要依靠你嘛，得有因缘呢。那无因嘛，袂当依靠你呢。要挖靠你，那挖靠袂来呢。啊，你即马得爱借着这因缘，啊，即有甚物款的困境，我甲帮忙。但是你爱样回向哦，唔通落在因果有了因果中吼，拜日来依靠再来欠你的债，安尼唔对，得来发落甲好伊将来会当含你。本身在佛法中结这个未来大乘菩萨因缘，好、哦，唔通讲白家变成有老婆啊？你白家做好家人咧，爱就来做你的工人咧，安尼佫甲你趁钱行咧，
绝对唔通安尼啦哈。即乃一般嘅功德回向拢做出来安尼，但是咱即马即大乘菩萨道，绝对爱将功德搁再回向予伊。安尼来着，结未来含咱共同出生入死嘅中间哦，伊来辅助咱，通去精进大乘菩萨道安尼。好，咱也当受伊影响，咱来精进进化。但是伊有那受咱影响，也是精进菩萨道进化安尼。好，所以即个较讲用平等心来施予伊。阿是哦，就是为着要接受伊，互伊得到利益，三宝中的利益安尼。吼、哦，这个叫做啥？叫做平等平等啦。有机会通做就做啦，哈、哦。我讲就听有啊啦。有机会，有机会就是报纸给报，哈、哦，报纸给报，你若下当有那个寄挂互伊，不要紧，伊收我这拢不要紧，但是功德搁再加回向，福田搁再加回向。今仔日都某某人，伊都病苦，也是病，啊，都袂当得到迄落，都地主有小寡微小的两个有较寸，啊，再功德去培养予伊，将来相信因果下根贪，吼、哦，啊来入三宝因的来，吼、哦，一定搁再甲培养，报作看着甲不甲做不要紧，吼、哦，这个问题是安尼哈。即卖下面伊搁再采用一段《伊摩诘经》佛国品来对念，伊讲安怎呢？地心是菩萨的净土。另外，这个菩萨品，伊个在讲地心是道场安尼。所以你那是地心吼，无处非道场。你那是有正地心，什么所在拢都是你的净土。啊，你那是无正地心，什么所在都你的苦海啦。安尼听有无？你那无正地的心，什么所在都唔是你的道场。你来这个所在听经闻法，你若无用正直心、真诚的心，这个所在别人是净土，你本身不是净土，听好无？这是道场都对啊，但是不是这个所在叫做道场啊？在社会各处都是道场，因为你有正直心，都是道场。在社会每一个所在都是净土，因为你有直心，都是净土，啊。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說一下，你不知道要信不信，我不知道你如果有機會，我跟你說威摩結晶，你如果沒看真的不行，請幾套來這裡讓你輪流回去照，一定要看。我想我如果是有機會有對一個道場，我要再說太好，真真正正有夠好的、你一定要看，因為這個是兩尊佛对答出来一个最高究竟圆满的一个菩一个大乘究竟法，大家回去有时间就来看，不要紧啦。我咧讲有够好好哦，我足希望讲为毛结经我会当三遍五遍继续讲，有够好好。即卖已经讲第二遍，伫台中讲第二遍，伫高雄讲第一遍，伫台中即个个咱的讲堂讲第二遍。你敢不知道？迄有够真真正有够水准。今仔日我甲你讲真正，我讲为毛结晶较真真正正，互我提升境界出来。我即马是无时间了，无我应该爱搁再讲一遍，爱搁再看几落遍。吼、哦，所以今仔日甲讲，地心是无做净土，地心是道场啊。你若是有地心哦，到处都该净土；有地心，到处该道场。啊。所以这段话啦，吼，精调大师是讲啊，地心者的积德无天味啦。这天味叫做菩萨哈，叫做菩萨。这地心无天味，初心为万行之本，有正地心，才会成就万德万行。那无正地心，面对一切众生，你搁何里安怎样做，你得交由做作，一点啊作用都无。哦，这精调大师讲安尼，所以是。求摩罗精雕，啊，这是说求摩罗心，因为这个是两个都有解释，说地心就是生息的心，发心的开始，是有生心，爱真正是真真正正实在对待一切，对待佛三宝，对待法，对待一切众生，对待师父，有那一定要有正地心，不能在这听听，等下去当兵去讲师父的下南山话，不可以，甚至别人的唔对，有那卖谈后边甲讲哦，安尼有那唔对，吼、哦，卖讲舒服啦，就是你的厝边亲戚，
伊有啥物款的唔对，你绝对唔能当边个讲，安尼你就无政治心啊。听无？因为咱唔是计计较啥，咱就是为着啥？为着要成就一个圆满的究竟的完人啊。所以咱卖有咧乞巧的这个心理作作作庄哈作作罪啦，唔通安尼。哦，有啊，社会代志为着要争取啊，伊要得到利益啊，伊就安尼有奇奇怪怪话啊。伊为着要得到官啊，为着要得到利啊，为着要得到位啊。当然，伊都奇奇怪怪话啊！但咱今仔是修行学法的人，是不爱含这个世间打滚的，所以咱的心都爱另外一种变现，非常潇洒正确的心出来，就是自性完整的心出来。哈、哦，所以咱即马这个嘴吼爱注意一下，吼、哦、啊，甲这个心思动念爱正确性啊！哦，这个叫做啥？叫做直心啦！哈、哦，安怎样哈？那么这个楞严经啦，哈，楞严经，咱过来看，佛陀讲安尼讲，逆金欲应无上菩提，直法明性应动直心，修达五门安尼。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楞严经内底是重要，是主角，是佛陀配角，就是这个阿难尊者哈，啊，其他个其他在众生地咧，伊讲你那是要研究啦，要彻底了解研究迄个无上菩提啦吼，对无上菩提讲无上正等觉，即个佛尊的即个个佛地间嘛吼。伊讲，恁当前爱直发明性，直发明性，讲究竟明白即个众生即自本性啊咧，吼，明白众生的自本性啊，但是恁一定爱应当有正直心来甲我回答，回答我问恁的话啊咧。袂使呢，安尼拉稀拉稀啦吼，啊，佫想一个奇奇怪怪的心出来，吼、哦，迄、那个求我所问，安怎样吼？回答迄、那个回，迄、那个叫做答，也是讲求报伊哈。伊讲十方的如来哦，现时十方的一切佛啦，拢讲这个道，对讲这个直心哦，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果。今仔日诸佛世尊会当得到成就佛道如来，拢会当彻底出离生死，拢总是正直心去修学佛法的。哦，所以他讲，如是乃至极死地位，中间应无诸位曲相安尼。哈、哦，伊讲到将来啦，自开始到将来吼，这个心所动念吼。绝对袂使有迄个其他奇奇怪怪即个弯曲的即个问题，吼、哦，即安尼不是去讲吼，即话我有哪可能讲两遍啊三遍去啊？伊哩平常心就是平常心就是正直心嘛，哦，今仔日一定要好好去把握即个问题，千万唔通讲啊，今仔日都听一说啊做一样，无共袂使真，吼、哦，我唔敢安尼哦。我真正唔敢，我面对恁大家，我唔敢安尼。好、哦、啊，我今日面对佛报法报，我唔敢安尼。为什么呢？我有甲恁讲过啊。我看讲今生今世，我有生之年，我都已经会当落在这个环境里啦。要落在这个环境，因为无几人啊。但我要阁争取第一位，何福德甲我认定，这个地主值得交代佛法安尼。好、哦，我就是要拼这个啦。这唔是希望性过，迄个过骄傲心。吼、哦，唔是叫我心，因为要活佛的认定法王主哦，我咧讲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啊，若讲讲活佛的袂当认定法王主，注意，当然你要阁解脱菩萨道要圆满是阁较长啦，这是事实的啊。所以今生今世，我希望诸位有那爱把握，吼、哦，争第一名嘛，要紧啊，因为这是菩萨道争第一名，这合理合法啦，所以卖有蹊跷的心。面对众生，面对三宝，绝对要有正直心安尼。吼、哦，请大家咱共同勉励，一定要安尼。吼、哦，那么这个就楞严经引列出来。那么下面再个简单个再解一个啦哈，简单个再解一个，叫伊这个。吼、哦，人我是思念啦哈，即马即句是人我是结讲分别心，就是人相我相。但是这是我，就是。认为讲我家己本身会当主宰我，所以这个是叫讲控告心，亲像苏明山遐讲的意思。
空格甲亲像苏米山遐悬，安尼这种的人是较无可能得到实质的这种德行啦哈。我甲你讲真正哈，世俗有讲一句话，安尼讲，猪啊吼，迄个切种那是哪肥哈，哪巴水就是头哪淡安尼，听无？啊，即马拢变现出来，即马世间烦恼，知识愈悬的人是愈读个业愈悬安尼。啊，强强比狂妄的人去啊！吼、哦，即马有现在竞选的这问题，你听一咧，听一咧，听听啊，就有那会当去彻底了解这种的人生啊啦！吼、哦、吼、哦，所以这句话是给讲安尼。但是这句苏米山呐吼，即马大概讲一下啦吼。伫中阿含的起世经来得讲，这有不是个违规吼。苏米山是虚空中，那不是摩诃萨以上是看袂到哈。安知影无？这个苏米山不是，咱去讲这个喜马拉雅山哈，不是安尼，因为伊这个边啊有一个四大部洲，就是四粒地球哈，就是东胜神州、西湖河州、南瞻部洲、甲北古罗州安尼。哦，照讲咧，但是太阳会当照到苏米山顶，就是这个个脱离天宫，哦，啊，甲烧着四天王天，甲四大部洲啊。哦，应该这个苏米山是给讲安尼较对，所以现在在讲，一个日月昼夜回转照数天啊，而且个国土安尼，所以这个苏米山绝对唔是喜马拉雅山哈，安怎样吼？喜马拉雅山是伫咱这个南瞻部洲，这个地球内底一个山峰，这个是咱地球最高的山，但是这个并未当讲到这个八万四千游顺的这个高山哈，所以苏米山就是虚空中。哦，咱看咱这个经典记载是摩诃萨以上才看得到，哦，这是安尼哈。但是这个恶量哈，恶量伊是即马是去讲，咱人就是毒害的心啦。因为这个所在有那有讲到，慧能大师修一本恶量，这本经典内底哈，这个是附带讲的啦。哦，但是这个恶量。那照这个个人王经，哈、哦，人王经来对人哈，伊即嘛是计讲着恶鬼甲恶灵，因为这个恶鬼吼有几啊种啦。咱若是上过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知影，对不对？好、哦、啊，福德鬼啊，什么鬼什么鬼作对嘛哈、哦？但这个恶鬼有结帮瘟疫啦，这个职业，这个得瘟疫，恶鬼的。会传播瘟疫安尼，但是恶鬼要传播瘟疫哦，唔是无场地会传播瘟疫，就是迄个所在吼有迄个恶报，才会去传播瘟疫安尼。啊，嘛有迄个掠毒鬼王，对不对？咁是安尼吼，有掠毒的鬼王，也有散毒鬼王啊。所以这个叫做结讲安尼。但是恶灵，恶灵是安怎？伊即卖就是自己讲啥？气寒就讲无落雨，啊那只是落地水患的意思。今仔日伫经典中一个记录吼，无论是抗旱，甲这个个水患的，讲这个水灾吼，拢含这个灵有关系安尼。吼、哦，这个在经典的记录是拢安尼，但是灵是无看到，啊，有哪有人有看到？灵有看到的时阵是甚么时阵有看到？就是伊遇到风沙，伊经过沙漠啊，遇到风大，啊，迄个沙该摔到身躯，伊这人会起疼。安尼伊就变成迄个新出来安尼，但是即马计讲的即个灵，唔是较早的恐灵哈，是咱中国话迄种灵，迄种灵那是迄个风飞沙直直现直直现，伊会浮现，所以有那有人看得到，靠有迄话迄个出来安尼，哦，安尼知影吼，即个大概甲大家讲一下吼，即马来即个鬼神啦哈，我咧讲鬼神有哪会假啦哈，鬼神会假哈。因为这个鬼神半鬼半神是给讲啥呢？那照讲是给讲迄个四天王下边海的宝藏，哈、哦，四大天王所管下来海众生，迄种当中叫做鬼神啊。庙里都有当看啦，听无？四天王以四天王所管下来海，咱即马讲，譬如讲地府千岁、文府千岁，迄种叫做半鬼半神，安怎样吼？啊，搁在迄个千岁内底，搁在有通灵到一挂宝藏，譬如讲庙里有迄个红仔头吼，安尼干那暗棍啊尔，暗棍啊甲头壳起咧，
哦，但是这个是伫世间内底吼，有的是会干扰众生，有的是会保护众生。迄、那个鬼神有的是邪车，善的邪车甲恶邪车迄、那个，吼、哦、啊有的是去犯着吼，犯着伫路顶，咱遮遇着龙毛囡仔咧，迄个真真正正属于这个个障碍你的身躯，这个物件叫做鬼，啊有阵是障碍你的心。那么来哈，搁再讲，颠倒就是有那叫做烦恼啦哈，烦恼。啊，咱人若烦恼愈多吼，即、這个内底是计讲会变作，因为烦恼心心深沉的人吼，拢较会落在即个水族人做鱼甲鳖安尼。烦恼心愈重的人，较深沉的人是安尼。那么贪嗔吼是地狱道，那即个叫分别贪慕讲过，嗔恨心是地狱道，贪心是恶鬼道，吼、哦。啊，那牛痴甲畜生道安尼，吼、哦，即、這个道慧能大师安尼讲，吼、哦，大概准到安尼，吼、哦。啊，畜生呢？以前来在讲受人畜养啦，应该是唔是安尼尔啦？受人畜养，咱是咱人畜养是无几项嘛，是鸡啊、鸟啊、鸡啊、鸭嘛，鸟就咁，鸟就较少啊。啊，甲牛羊猪之类啦，这个是人畜养的咧。但是人无畜养的咧，因为畜生拢总伫佛经内底是四十亿的种类啦。啊，但是咱人道甲畜养的无几种安尼。所以应该呐，干呐要讲畜养吼，安尼是改成袂当涵盖所有一切动物安尼，吼、哦，这个是干呐说明安尼。那么咱即马来过来看下面这段，善知识相形实相，天同边际。那么度人我思密道，气下心海最坚，烦恼无波浪灭，毒害无虚妄转，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我照六门清净。令破六欲诸天，诸性累交三毒即毒，地狱顶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天不离西方，不作出修如何得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世界礼拜古坛现在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五戒安尼。好、哦，那么这个就是在迄个在家会在神地上吼，问慧能大师有关西方，即嘛伊较搁再加赞叹一句讲神地上，恁来当相形实现吼，那么天堂就到啊，安尼大概是安尼讲了吼。但是那是按照着这个一般这个业因业果吼，注意修五戒，就是未来出世人间，而这个人道的富贵报安尼。修五戒具足的人是安尼，啊，那修十善戒具足，下品善，下品的十善是到四天王、甲脱离天，中品善是甲夜魔天、甲这个个倒数多天的外院。那么那是上品善啦吼，加到这个昙花自在天、甲这个个第五天安尼，啊、哦，这个是照讲是安尼，所以千万要注意，这另外一个问题吼。就是三生圣人，我那是以十善戒为基本啊呢。即马才注意一下哈，三善的圣人哦，三生圣人哦。今仔日你要修罗汉果，你有那一定爱具足十善，因为具足十善这个问题吼，就是一定知影这个苦境嘛。接就是接一切业啊，吼啊，较有这个苦报、苦接。所以十一切业，靠来成就一切苦报。今仔日一定要以十善为基准，即马大家一定要知影。那么你即个克时佛道哦，你绝对修十二缘起烦恼，你有哪爱破无明？破无明就是未造业啊，就是有哪爱修十善。吼、哦，那么即个大乘菩萨道，你本身哦，一定要以十善来自修，甚至搁再以十善来教众生，因为即个十善就是戒。你若是无以十善来自修，你定慧未出来。好、哦，啊，你若是讲无教众生十善为准，为这个基本道定吼，那么以戒定定甲慧嘛未出来。这个在《金刚佛国经》内底都讲到，这个二地菩萨一定要好好教育众生修合十善业安尼。这个在《金刚佛国经》都有特地讲到啊。好、哦，所以咱今仔日吼，今仔日你若是讲要特地落实。第八识内底人呢，卖搁再有其他的这个有漏恶业，你一定爱好好杀道淫，爱去除恶口、机欲、妄言两识，一定爱清净，就是除清净。
所以我要甲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嘴足歹修的哦，好修无？我问恁一下，嘴敢好修？无好修啦。咱要看一个人的人品道德哦，看伊迄个这个人的讲话，人就看出来，听好无？有的人咧，袂用无应该讲的是安尼，讲规日的讲袂停咧，讲到规牛车，对啊。啊，会用讲的是无半句的，袂用讲到半句的。但这福建人的品德是看伊的嘴哦，吼。所以咱人只能沉静落去，有先需要你讲哦，想看卖甲讲。安尼人即个道德才会固着圆满。人讲袂向，讲即个人会去讲，你着要打水打字，绝对唔会。这个嘴真要紧啊！当然，咱我想讲，大家拢袂礼貌、袂错人啊，应该袂啊，袂恶口啊。但是迄个机遇，我相信也可以。机遇着讲啥无啥意义的话啦。所以咱若要讲一句话吼，小我想一下，甲讲出来，袂慢啦哈，唔免想，唔免赶紧，唔免赶讲，小我想一下，甲讲一下。啊，想讲啊，若讲唔对，哎呀，我又搁讲唔对去啊。唔通讲今仔日唔对，明仔载唔对，今年常常唔对，明年搁常常唔对啊。要修啥呢？吼、哦，要怎那修？这个嘴真迄咯。但是杀多盐，咱今仔日若有持斋，这个重要。这个当然你无手杀，但是心会杀咯。心你会讲咒嘛？这个杀啦。吼、哦，你着早死，你着安怎样？迄就是杀业啊，杀心啊。哦，啊，那是营养吼，所以我即马甲咱讲者，杀道道头生理中，你都唔能够再讲欺骗着，因为你欺骗着必定爱去行嘛，所以你想讲我无要过六百只去行哩，你都唔能够再讲欺骗着。那营养师吼，今仔日那是讲家庭都已经囡仔大汉啦吼，那会当等开等等嘞，吼、哦，安尼来清净心，固着圆满，所有的戒德那是圆满，一切功德开圆满。佛经内底虽然有甲咱讲在家中吼，袂使有这个邪妄心、吼邪淫，但是呢，那会当断尽拢断，吼、哦，放放互你，安尼来固着这个心，心烦就是心清净啊，心清净，安尼来菩萨道的基本都建立袂起来，啊，那无是建立袂上起来，吼、哦。那么当然贪嗔痴，吼、哦，这个都一定要好好注意啊。因为一生中，咱今日既然有这环境来，咱文化应该实在是讲一个确信啦吼。那在生活上应该是无改好嘛，是袂歹啊啦，会当过日就好。啊，免个他不是讲生理做袂煞啦，我咧讲真正。吼、哦，啊，亲人心就讲不如意的代志吼，尽量控制家己啦。什么个不如意咧？注意你那是特地放的，你哪有不如意的？下个卡等于是不如意呢，但是要万单啥？对不对？还真正痛苦呢，哦，事实讲真正痛苦呢。但是这无算苦啊，六道轮回才是真正苦啊，听好无？哦，啊，无痴心就讲，你今仔日啊，彻底要见救佛陀，你就都无无痴邪见，因为你的普贤就这个正理出来嘛。所以这个十善业就是啥？三性的基本业啵哈，三性哈，一定要足注意，所以唔通阁唔对。特地思维一下，所以我谈到有讲到，每日的暗时啊，小要困的中间小想看卖，反省今仔日的过程安怎生活。好，这篇下回甲讲安尼，明仔准好，好。